国家新创奖，营养师江兴化研究出的益生菌专为台湾人设计，而且是从国人爱喝的咖啡中萃取。台湾呢，每人每年可以喝到122杯咖啡，里面所萃取出来的菌就非常适合台湾人的体质。那是从古坑咖啡原生豆里面萃取出来的，上千次的萃取中，唯一得到了一支有用的新创益生菌。不仅在国内受肯定，江兴化更率领团队前进美国波士顿参加全球转移微生物研讨会，与美国哈佛大学、英国剑桥大学等学术单位交流，降低肠道的不良因子，增加我们保护力，调整体质，对抗空污。那时候我的行李箱四分之一的空间里面放的就是鱼油跟益生菌，然后就带着这两样法宝出去征战拍戏了4个月。影帝吴康仁出国拍戏作息不正常，就靠他黑金不光能提神，品牌研发团队历时1年半，以台湾人饮食喜好从咖啡萃取，成为益生菌的台湾之光。记者纵不倒。